一只的好处就是车子可以开进来，我要我一个人包题了。第三只很多人，我就不去了，我来这里包题，体验一下吧。OK， 今天就记录这边吧。没有人了。会擦水的。他有要修哦，花生呢？中宝哟，过来了，不要紧。就是这么大条，这种。小小黄尾瓜。到嘞，有了啊！石炉，哦，先我休的，摄影机过热，先给它歇一下。啊，摄影机没电。Yes， 不错吧？
再继续努力吧。不过肉粽很多，割线很危险。好 ，OK。抽抽抽抽抽。哦，过来啊，透透了。哦，大透透。大透透了，赚的哦！哇，这有赚！哦，挖格了，哇，掉下去了，换一只小只，又是一条，不大了 ，OK 了。掉一条下去，
在超级浊的，所以呢不钓了，天气很热，现在剩下小鱼了，啊风浪也变大了，这水很浊，准备回去了。今天的试钓就到此结束了，不错了，至少还有钓到一些鱼。 OK， 看一下浪，这边还不错，还有这个可以遮阳，啊车子还可以开进来，算是不错的一个钓场。好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这个地点很漂亮，这个如果浪比较小一点的话。